出的场地定了，节目的顺序也定了，但离开演只剩下22小时了，时间紧迫啊！我们要赶紧和各自找到的宝藏音乐人磨合一下。那个天就唱的大一点，这边因为歌手嘛，天唱开它，不要唱天就很小的音，不给唱开口音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这是多美好的一天，你看是吧？不是以前，是一天。天啊！你又不是从美国长大。天不是天。Okay, 你比如说王力宏可以，新的一天啊，这可以说。但你是哪儿的人？云南人。云南昆明。云南人没这个音。美好的一天。在啊、哦，我明白。不要那个天，啊、这不是英语啊。这是多美好的一天。是这意思吗？不是这意思，还是这意思。所有跟 T 相关的，你都按汉语拼音的发音方式就行。明白了，嗯。然后你还有问那个彩，彩，多精彩就完了，就是 I 唱 I 的。外面的世界多精彩。对，这多好啊！啊，这多精彩啊！对。明白了。OK， 我该吃火锅去了，我。不用，谢谢，开玩笑，嗯。中间部分都很好，你只要注意中间的咬字唱就行。OK OK。然后贝斯手表情非常好，很萌，很萌。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。不用贝斯。拜拜，你们是不是得休息了？谢谢老师，谢谢。